各位学员，起立，站立，请坐。各位同亲，大家早安。足欢喜啊！今日是甲大家来探讨这个会计制度加内部爱控制。首先，咱去想最近发生的代志，大家那看新闻就知影，台中市的议长甲大家郑南光的严清标拢判刑，这大家新闻拢看到嘛吼？这就是先做开场白啦。咱哪会要来上这个课？上这个课就是要互了解，伊安怎会发生这代志？那是依照伊的凭证，伊的凭证，这个报销，这个凭证啊，这个等于发票啦，这个单据啊，去找出来讲，伊是喝花酒嘛，吼、哦，无应该付的，伊去付嘛，唔则会起诉，这甲啥有关系？这甲会计有关系啊，这就是会计制度内底一个收据嘛，根据这个收据来找出伊的犯罪的记录嘛，所以安尼咱大家都要了解讲，安尼有重要无？所以我要搁简单啦。提几个例来予大家较清楚。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啦，咱予大家了解讲这个重要性。哦，安尼大家来听落可能较有趣味吼。若讲我都唔是这行的，我无这个专业。可能对这个就没太兴趣，实际上如果是要做一个官员，必须要了解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刚才提这个，你大家就去思考，就他在做一个做台中官的议长的时候，喝花酒去哄检举去哄报出去，安尼就即卖立法委员甲扣落来。好一个是台中市的议长，那迄阵啊的代志拢甲扣落来，这好大家。得足清楚哈。后来咱这开场白哈，咱因为五十分钟啊，要甲大家啊，差不多讲遮啦。我会简单哈，甲大家讲一下安尼啦吼。上头都要提一个案例啦，予大家看。吼，咱第一就是。无遵守这个会计制度案例啦，吼、哦，要来
甲大家讲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知影就好吼、哦。啊，咱这我有 PowerPoint 啦，大家爱我的 PowerPoint 拢会使摕去啊，当咯吼。633事件，大家唔知知影无？知影人举手。哦，安尼啦，足济无人知影。下面叫做633事件，这足闹开，足闹开的，这就是国民党啊，家己足无民主的。安怎无民主？迄阵啊讲。啊，我们要用外交豁免权。美国讲，你啊不是一个国家要用什么外交豁免权？啊，咱伫立法院啊，和遐官员讲要外交豁免权，啊是安怎？这代志遮严重？因为一个处长就代表一个总领事啦，那有建交的国家是一个总领事，总领事要派出去啊，一定甲总统协商了后才出去的啦。一个大官去予伊的调查局。出去放药，啊，怎啊甲扣去？伊要转去夹目镜，伊就无爱好夹，怎啊甲扣去？上锁扣，啊，甲抓去。啊，咱看文字的说明，看是真少钱啦。那讲要讲这個。是真少钱，实际上你所谓贪污啊，啊，一个便当哪算贪污？咱以前咱啊地方上啊，咱地方啊法院也有一个判例哈，讲咱办活动啊，即嘛便当定超过。啊！大家签签嘞，啊，有诶却无签到，啊，迄无啊，人无来吃，啊，有诶怎甲便当讲怎甲收收摕转去，讲安尼有代志。啊，这就是讲，有诶去参加各种活动，哪会讲要叫你先签名？啊，就是准备要报销啦，有偌济人来吃便当啊？一个便当偌济要安尼报销去，所以这个观念一定爱大家爱有，吼、哦、啊了解。像咱无遵守这个做咱的会计制度，一个遐大的官，伊内底的做处理内底或是啊。总领事馆内底，起码最少也有五个职员，一定有分工，有诶管会计诶。啊，敢爱总领事级别来发薪水，一定毋免嘛。啊，伊无照这个制度，啊，所以怎啊？啊？一个月啊，1240块，啊，伊予人400块，啊，其他啊，各讲靠这个护照，所以咱会了解啊，这就是无遵守啊，这个会计制度啊的犯案。大家有看到无？手铐哈，啊，佮有脚铐哈，安尼有严重无？嘿，
还佫穿帆人衫呢。这是毋是足闹开的？迄阵啊，美国的司法啊，这个啊调查局啊，上法院啊，法院因讲要做协商啦，认罪协商啦，紧钱紧赔赔嘞，啊要紧转来，讲袂使的，那去甲关。乖能够啊我家伙等来。安尼会计制度无遵守，会计制度无遵守，无遐大条。好，安尼好啦，咱这个的啊，咱就讲到这，过来讲一个的。咱台湾的啊，那个林百里，这是苏宁公司啦。苏宁公司应该因为会计制度，我算蛮严谨的。这是上市上柜公司嘛，啊那诶。发生这个情形，这就是会计人员啊，无啊遵守伊个原则啦。啊，拢啊家己个人啊，啊都啊董事长个人啊，要爱伊只要做啊费用，啊都做钱就拨。哦，啊董事长签一个，啊都拨钱啊。啊，这拨钱的经过，若有这个损失啊，一定讲，伊若要买物件送予别人，那一定爱秘书去买，无必要秘书去买。采购有采购的制度，哦，董事长批落啊，就遐个钱交予采购，采购去买物件，啊，再佫送啊。有的是怎送来保管，做来保管。董事长要出去要送，就带出去。啊，搁来秘书才来领，领这项物件，才摕去送做交际。唔是讲钱怎直接拨予秘书，这个制度上啊，会计。定数甲采购定数内部控制啊，做了无好。伊就咪讲啊，这都是董事长要爱啊，都会使免经过这个制度啊，都可以啊。所以发生这个代志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也让大家清楚哈、哦。啊，伊这一个拢是八千。三百几万呢？啊，那咱即马大学生毕业，啊，才两万几啊，八千几要做偌久？所以爱予大家了解，这个金额哦，发生啦，这个舞弊，迄金额拢足大的，吼、哦，予大家。清楚一下吼，啊，咱这就是吼、哦，有一笔三百外万的汇入伊这个秘书的迄个户头，才从安尼才发觉出来。所以讲，这个付款的定数啊，这个制度啊，违背了内部控制。所以啊，这给大家做参考。好了解一下就好，咱过来看，台塑是毋是管理上足啊严谨的？伊这是足大的公司，
伊那是发生啊人为的因素啊，发生这款代志。我安怎要甲讲大叔的管理上啊，应该是上轨道的，因为我较早啦，应该差不多三四十年前啊，我做系主任的时啊，邀请大叔啊总经理室的杨兆麟迄个主任嘛、啊，来演讲啦。啊，伊来讲演讲啊，一概带四个来，含伊拢总。啊，我以前咱咧请人演讲，拢请一学者，也是实务经营者来甲咱演讲。啊，咱请伊，伊认为讲伊是总管理啊啊。啊总经理室的做啊主任，专门咧管大叔啊这个集团的管理方面。啊，叫来演讲啊，伊带四个，伊讲一个来甲恁讲行销的，一个来甲你讲啊生管的，啊一个来甲你讲啊这个啊财务的，啊一个来甲你讲人事的。哦，我足感谢因，佫唔是咧，伊来演讲的时，佫带一个讲，阮这个包包是阮董事长咧送外宾的啦，啊，特别摕这个包包来送我啦。哦，我迄阵啊，感觉讲，我真的是足感谢因，伊甲尾甲安怎讲呢？因为我来这演讲，就是来换你恁培养阮的工作团队人啦。因为伊用的拢是国立学校毕业的学生啦。啊，我迄阵啊，拄啊伫国立学校，哦啊，伊阮培养出来，伊认为讲足感谢我，阮甲。培养伊个工作人员，啊，所以伊要来讲演讲，伊若讲我带遮个来，就是要训练我后摆我会要做工作人员。所以因我会了解因个各种个管理，啊，实际上这就是啥？因忽略掉，我来提这个例子，台湾性因。早期三四十年前，因是上大，应该管理的各种拢啊足先进的。爱发生啊，最近会发生这个代志，所以我提出来和大家讲。有的这是照讲，翁仔某早期咱要去工作，咱来了解讲，那翁仔某两个大做伙。的公司啊，就爱安怎？爱分开嘛吼，爱调离嘛吼，爱袂使共公司，也是袂使共这个单位啦吼。啊，所以这那是因为啊这个因素而发生这个问题。当然最重要就是迄、那个叫做。心啦，犯罪这个心啦，因为伊都有这个权啊，啊，摕到这个权，啊，个可能应酬的情形啊，啊，甲这个外国交接，啊，用无正当的方式，吼、哦，啊，个咧炒啊，这个炒楼啦。哦，这就是讲贪恋啦，啊，发生这个案件。哦，啊，咱也得啊了解，这是唔是因内部发生的，这是迄个叫做洗钱防治中心吼、哦、发生
啊怎甲通知？吼、哦，这也予大家听一下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主要伊是代理组长的职务的事啦，啊，才有这个机会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摕用算讲回扣啦，哦，摕回扣，那是一种的贪污，吼、哦。好啦，啊，咱这个例，哦，咱我讲到这吼，咱个，这个啊，今年四月七七，这个新闻报道吼，这个教育部这个教员。个人大部分都不是经过高等考试啦，一般都是内部爱用人，啊，就去安怎方便的方法来招考，还是方便的方法来推荐入来。啊，这也得讲。内部控制了足差嘞，安怎足差嘞？这个啊，个人内底啦，侵占这个教育部啊，重点科技基金2600万，啊，2600万才追回偌济3万块啦。所以政府的钱就是安尼咧开啦，吼、哦。这就是因为追回啊3万块尔啊，因为咱来看教育部啊，伊即马这案发生了后啊，讲啊，已建立相关的制度啦，哦，应该就内部控制制度啦，避免再发生啦。啊，从这一点会以前都无遵守啊。这个会计制度，所以才会发生嘛。无这个钱，哪有一个个人有法度侵占啊？2600万啊，这就明显讲，比这个会计制度的建立啊，甲这个要做。啊，咱内部控制都无做好吧？啊，过来看，啊，这个红十字会啦，暗港43亿善款，咱。心内看到这啦，感觉足痛心。咱伫国民校时，我伫国民校时，学校讲咱都爱有爱心哦，啊来买这个红十字的这个要做啥？迄、那个标章啊，啊买，甲买啊，交钱买啊，啊搭到遮，遮一个红十字医院的，哦，表示讲我们有爱心，吼、哦，来帮助人家。啊，这澄清讲，伊这是啥？总会啊，甲分会底下咧讲袂清楚啦。啊，甲这个代志啊，怎压出来？啊，压出来可能啊，记者才甲报出来，才做一个统计啊。啊，咱来看啊，来看。尤其是日本311的迄个叫做啊，咱的捐款爱心的捐款，伊甲你安怎收收的，还有要甲你做啊无？伊讲依照这个统计，65.7%啊，我甲扣掉了啦，也未发出去啦。啊，当然，
迄阵仔时间，灾难一定赶紧啊！有了，咱咧讲钱要用在刀口上。伊拄啊发生灾难，伊需要钱，咱随和伊要安怎做，足方便的。唔是啊，伊甲你扣掉了呀、啊！啊，这照讲，那违背咱的做会计，这叫做啊基金嘛。这个基金是要用伊带去的，啊，你爱赶紧用的下去，啊，唔是啊，伊甲你留了呀，哦，这。好，大家做参考啦，咱会了解吼，有这个情形。这个叫做心肌部吼，啊，一般心肌部是咧插销的啦。吼，咱的国家啊，行政。伊个主计处啊，立啊各政府部门的预算啊，编号上来啊，主计处阁审查一下了后，则阁送去立法院来审查。审查好啊，即个预算送予各单位去用。啊，用了审计部就爱查。查讲啊，这钱用了对啊，唔对啊？查伊的这个用的科目是毋是符合等等啊？即摆审计部上来，拢已经是发生了的代志，应该咱讲叫做历史的啊成本啊，历史的记录啊啦。啊，历史的记录里面啊，他以讲财。正啊，继续恶化啊！未来五年的偿债高峰，伊这是安怎讲？因为各单位编的税率甲税出，直直开税出，直直开，直直借钱，直直办活动。我呐，看到讲。这下咧办宴会，那下咧办宴会，那下咧办宴会，大家拢咧办宴会，这是来足讨债。我的感受，应该咱呐执政了后，每一个州家己爱办出家己的特色，假讲这州。来办一个啊，什么大活动？吼、哦，每周袂使同款，拢来办宴会。啊，无惊讲这六周照如呢？啊，今年啊，台北啊，明年啊，台中啊，过后年高雄，类似安尼来进行，袂使讲。啊，六州吼，拢咧办宴会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啊，要甲大家讲有这个爱有这个观念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因为咱袂使提借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照讲，真正那个咧开钱哦，拢无咧意思。拢无咧计算讲伊个税啊税入啊税出甲开啊要办大场个活动啊，我咧看这拢是咧啥？拢咧白嫖啊卡啦！吼、哦，有诶想要搁去创卡，要搁去选较悬个，伊着要办大场个，看啊大。做大的工程啊，以后再调卡，伊要来算的时，再来讲政治现金啦。啊，实际上，这那互相底下咧白调啊卡，我的感觉是安尼。这今年
增加两条，所以咱会得了解啊，真正足严重的代志，吼、哦，这予大家知影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啥？主计长是咧管啥呢？管迄个全国的迄个叫做咱中央机关的所有编出来预算，伊阁做统计，阁算过的单位啦。啊，甲咧了解讲的开销是有正确无正确，这个主计的单位啊，伊啊，伊啥子开后门啦、啊，吼、哦。应该袂使你的部分啊，来看嘛啊吼，自日行销啦，开违法的后门啦，啊，这立法委来弹劾，啊，这个案例，所以讲啊，流氓政府可能因我知影讲时间。我差不多啊，即马无紧搜刮刮，啊，可能阿伯啊无机会啊，啊，这个予我大家予啊做参考吼、哦，啊，咱尤其是这吼、哦，这真正是百年国庆啊，这个百年吼、哦、国庆吼、哦，拜托大家较加油咧。等于拜托西门庆啦，41万啊张，啊因真正都百年年老啊，都结束啊嘛，因要搁办啊嘛，哦，这都是爱拜托大家，安尼大家好啊唔好啊？41万张，加油啊！你看，经济部啦，吼、哦，拢准予开销啦，啊，这拢是啥？规避采购法，啊，这拢总47亿，真正钱乌白开。我看咱案例讲到这，即马要来。真正了解，什么叫做会计制度？予大家头下遐拢讲，若无遵守会计制度，会发生啊，这个案例，大家注意。啊，即马来讲，什么叫做会计制度？啊，会计制度啦，就是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相关的法律要求下所。啊，做出来制定的团体机关内部会计的循环呐、啊，的循啊作业的循环，啊，这有会计政策啊，甲方法的选择啊，无伫确定的情形下的估计的处理啊，咱这个叫做会计。安尼一个看会计制度是爱啥？会计啊，一般的做啊，公认会计原则。第二是啥？法令嘛。所以法令足重要的。有诶讲依法行政，我常常听到马英九伊讲依法行政，实际上。在台北，哦，啊，起码在中央，我感觉伊应该是上无依法行政的。我提两个例就好。第一，在台北市的时候，那个健保会。迄个法院，迄、那个又做都，迄、那个都判决啦。啊，台北
市政府败诉，唔赔就唔赔啦。啊，讲依法行政。过来，最近啊，那可能是顶年的事，讲啊。公教人员加薪3%，咱看到会计制度爱经过法令通过才会伊卖啦，伊讲唔免啦，伊即马追加3%啦，免经过这个预算程序，啊，公务人员的追加3%，啊，这那是。不是依法行政，所以咱会得看出来吼，种种的问题。后来咱这应该啊，起码会计制度那啊，依照会计法啦，差不多有包括这项目，吼、哦，依照会计法，哎、啊，就是有会计。好、哦，会计报告，啊，加会计科目，啊，加会计这个啊，校簿，啊，加凭证。我头拄啊咧讲现金啊飘的代志吼，伊就是啥？伊这凭证一看起来，那拢迄酒店会有做啊，收据的发票。啊，这一个查的讲有啥物？费用拢算算伫内底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为遮掠出来。好、哦，啊，甲会计的事务的损失啦，头拄啊，这就是内部控制做了无好，好、哦、才会发生的。头拄啊，这案遐案的内底闹遮情形，啊，甲内部审核的程序，好、哦，那。袂讲遐济年，到尾啊才查出来，啊！伫伊迄个内部审核个程序，当年、逐个月拢爱做，啊，拢无做，啊，毋则讲安尼几啊年了后才发生，啊，这个内部个审查做了无好势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咱搁较。有关系就是讲政府会计的制度吼，咱即卖要讲政府会计制度，就是帮助政府预算的管理的工具啦。啊，要来推行这个政务，啊来控制这个资源。哦，一般来讲，资源拢是有限的。哦，资源拢有限的。啊，依照这个规章。设计一套会计记录啊，甲报告的准则啊。咱总理咧讲啊，总理讲预算制度啊，爱达到这个控制机关各项的税入、税出的目的。主要税入甲税出啦，爱平衡啦。袂使讲啊，税入就是讲收入较少，要开较济，安尼不是的。咱爱去闹收入，哦，闹税入，才来规划这个税出。啊，无你就爱来创造税入。创造收入，好、哦，你有法度创造收入无？啊，那无法度创造收入，咱就爱安怎？爱来想办法，安怎来节省这个税出？有的家庭会发生税入甲税出袂平衡，啊，拢。因为伊
无法度收入，啊，佫无法度来创造这个收入，啊，佫无法度来减这个费用，减这个费用啊，这话，迄个家庭的主妇啊，还是家庭还债务的啊，足重要的。啊，简单讲吼，较早，迄个讲流亡政府的这个叫做阿兵哥啊，拢领啥？较早讲因的政策讲，和军人无钱，才会打拼，阿伯才会冲，阿伯才会讲啊，打赢才会补偿土地，互因好康，所以安尼才会拼。所以钱拢较少，啊，有诶军官要结婚啊。啊，就领几千块，啊，伊来开销，那爱用啊。所以讲，有个人我处理了足好哩。我咧讲迄个价值分析啦，吼，价值分析啦。讲咱若要开这个钱，咱若要食好饱，要开这个钱，咱买菜人我足要紧的。你伫寒天，你去买啊热天的菜来食，啊热天的菜一定较贵啊。啊，你寒天你就去买寒天出产的物件的菜，一定较俗啊。所以讲，即马苦力菜一斤食啊偌济呢？大家了解啊？讲话只两三块、四五块。所以会得了解吼，这个情形吼，即马出产啥来买啥来食，吼啊，咱的营养也有够啊，食青菜的量也有够啊，吼，咱需要的，所以讲袂使讲啊，咱即马要开销的是要用钱的是爱去考虑了这因素啦，咱即马要开出去，吼。啊，去！咱即马寒天啊，都爱买寒天出产的菜来食。啊，袂使去买热天的，啊是买春天的。啊，这当然较贵咯。吼，啊，这予大家做参考吼。啊，即马要甲大家讲，啊，食的啦，大家我简单来讲吼，我谈六十个原则啦。第一就是企业个体啊。这上简单的讲，就是讲，咱要了解较简单的解释，就是私人的钱啊，甲公司的钱袂使乱做伙啦。比一个来讲，政府机关你咧管啊出纳的，你出纳和你保管现金偌济，你的现金拢伫你的金库内。袂使讲，互你保管现金，你即个现金摕去用，人要来查销的时阵，才阁调倒转来去，迄袂使哩。吼，这就是讲，企业个体哦，的假设就是私人的钱甲现金的联动，公司的钱甲私人的钱爱分开啦，吼。啊，咱即马继续经营啊，这应该大家看知。货币单位，咱即马讲叫做新台币啦，啊叫做即马乃使用美金计算，我会使啊。咱这个价值不变的假设就是讲，一月初一，咱计买了一百块，计算一百块，啊支出啊那加。一月三十，十二月三十一日，那一百块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具体下铺计数，迄个就定啊啦，袂使讲咱原早一月初买的这个五角，
啊，到年底要来讲这个啊，爱要讲爱啊，甲安尼时啊，咱讲啊，这个介绍啊来调整啊来创七角、五角，直接记买入来五角啊，这个成本就是五角，吼、哦，甲这虽然这个市场上已经起价七角啊，你袂使讲，你这那是要卖出去。你若咧做这个生意，你卖出来赚的钱赚较济，迄时你才阁讲利润较济，还是买紧？啊，你销铺上拢袂使变动哩，哈、啊。入货的成本五角到五角，啊，咱的期间是安尼，四月初一是日本，咱要甲大家讲。1945年四月初一，咱日本天皇下诏书啊，把台湾纳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因为和台湾有参战权啊，甲参政权，所以因拄啊四月初一，所以有个人来讲，哎，那四月初一。啊，四月初就是因个会计年度嘛，会计年度开始，嘿，啊，来过来看重要性甲稳健性，就是讲，这就是看那重要的，都你那准你要计较迄科目的问题啦吼，你若讲费用啊，这套费用啊，这就是用费用啊。啊，你若讲资产，你都爱摕到财产内底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予大家啊了解一下吼、哦。啊，成本甲效益，这我足重要诶。咱迄个前啊，台湾公民权利法案29条啊，大家拢有分迄本嘛吼、哦？啊，29条甲偏看卖，咱诶预算啊。就是一本比小于一者不得执行啦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咧甲大家讲，这就是咧甲大家讲，以后咱一定照安尼做，安尼就袂蚊仔馆太济咧啦。好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浪费，吼、哦，太济咧。啊，行业别就是各种行业有它的特性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现金收付啊，啥物叫做现金收付？就是医生管啊，伊无咧计较，伊讲今日收偌济，啊，就哦，今日拢总偌济钱，啊来付药啊钱，啊做迄买遮材料钱啊付咧，啊都拄啊剩偌济，这叫做现金才计较啦，哦。现在咱会计制度啦，拢咧用这个啦，叫做称啊，环节发生基础。哦，什么叫做环节？伫今年的收入，啊，都爱做今年的收入。虽然今年的收入是明年的还利，安尼今年袂使做收入，爱好。明年再来做收入，这就是环节基础，吼、哦。咱这就是会计制度啦。啊，因为时间上的问题，吼、哦，我阁甲耽误一分钟来讲啊，内部啊控制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予大家了解者就好。内部控制啦。是一个管理的过程，吼、哦、啊！这个管理啊，规定的设计啊，和这个叫做啊决策来核准啊，这就是啥？伊的主要的目标就啊，可靠啊，可靠资源的报道，甲有效率的效果的经营啊，甲遵守法令，这是内部控制。所以内部控制啊。足重要、哦、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，
我就讲到这。啊，大家若爱 PowerPoint， 会使扩转去，吼、哦，那随身得有带来，啊，且吼、哦、麻烦咱啊，迄、那个同仁吼、哦、加服务的啊，提扩者。啊，我简单报告到这，感谢大家。起立！今日下课十分钟，请坐。